好听的歌嘞，不知道。哦，难怪。但白痴，我把影片设成不公开，我想说，我怎么40分了，怎么还有聊天室还没有人？应该说聊天室等待人数就只有一，就是我一个人而已。我发生什么事情？吓死我了！等一下，我支架有点长，按 Ctrl 力有点痛。可以啊？什么？不是啦，我刚刚。没设公开啦，等一下指甲太长，按 Ctrl 有点啪。上一次剪指甲好像是上个月了。星期六休息，星期六要去那个啊，要去台北一趟。而且礼拜四我也不知道玩什么啊，因为他们有固定团在啊，哎，我礼拜四、礼拜六没有揪啊，所以我沦落到只能画画。等一下哦。好难剪，上个月也太久，还好吧，才十天而已。如果说是上个月底，那也才十天啊，哪会还好？你都拿来睡觉啊？你还醒着啊？哎，喵哈，晚点再去问你那个赖的那个什么队伍怎么弄？我到现在还没弄哎，结果他那个我想说睡才。扣20%好像也还好嘛，因为那时候贴图没有卖到很好，就99回去看一次。哎呦，这20%有点夸张哦。晚点再去找你，等我把单子印出来再去找你啊。你在床上滑手机，哎呦，好啊，等我把单子印出来啊，你不是说要印什么鬼东西？我看一下哦，因为那个还在我的桌布上面，桌面啊，不桌布啊。我总共印是，档案共四页，印前两页就好，然后再印个什么进封外带的地址。什么鬼东西的？哎呦，啊。怎样？指甲剪完了，先吧。后来我发现布布有些贴图我画错了，因为那时候本来是说要画一个抱抱嘛，就那个金沙的贴图竟然本来是抱抱的了，就变成说那是我家猫在我枕头旁边呼噜好大声，我刚刚回，因为我刚去一趟超商，回来的时候有一只猫跟着我，他想说会把它吓走，就慢慢缓缓的把门打开，把门关起来，然后那只猫就在旁边看着我，那就没然后了。
然后你知道我在找歌。马天，马天在哪？有事不跟台可以啊，还是以前 YT。讲到自己的颜色会反成橘白色，现在不会了吗？现在也会吧。玩糖豆人，你白痴哦！我刚才看到黑桃打字啊，糖豆人现在外挂一大堆。但糖豆人你玩十场有九场都是外挂、欸、下一步不是收编吗？啊，我就对我真的对猫还好啊。这摩尔庄园背景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欸，你没跟我讲哎、欸，而且，呀，我头怎么摆动这么夸张？哎咻，哎咻，哎咻。有啊，有反白啊，白痴哦、喔，优越的欧北恭维哦，你看、啊、有反白啊，你看这不是反白，这是什么？优越在那乱讲话，我们以前的 YT， 哎、欸，优越，你最近发言让我真的很想把你踢出群组了、欸，我喜欢挑战人的底线是不是？注意哦、喔。可是每个喊我都没有反白啊，我不知道哦，感觉这首歌不太适合，还是来听魔术大学的歌。剪片音乐，哎，靠呀，怎么有这个？坏掉了！团总，你怎么来一次就不来了呢？哎、欸，团团，你没有插回去。团团，不要，团团，不要，团团，你在我前面，我没有射出去啊！团团，我射不出去，不行，团团，我觉得你这个打法不行。对呀、啊，被我爆了。沙小，我，帮你一下。不是啦，我在。我在找背景音乐啊，等一下啦，靠腰啊、欸！不要不要不要，打我打我！有尿尿的味哦！我被抢劫的、啊。背景，进来进来，乖，对，进来对，进来进来进来。走到了走到了。怎么拉那么长啊？我的天哪、啊！什么东西？你有什么东西啊？好啦，开始画画啦！哎、欸，怎么卡住了？我不能点。这当背景不行啦，这个全部播完也不到两分钟啊。好啦，开始乱撇啦。啊，我在想说要不要礼拜四跟礼拜六，如果是画图台，就来画轻松生存里面一些内容，还是怎样的？像之前那个云月那一张。啊、最近其实我这几天生活蛮愉快的，因为我有健身嘛。那健身的时候，就是早上跟晚上中途都会有一些健身前跟健身后的时间嘛，都不知道干嘛。那最近不是我说在看一个实况台吗？对吧、啊？那个实况台的人，那个女生声音好听，长得又可爱，那就。早上的话就是，如果影片还没剪，就是听他的台剪片；
如果剪的话，就是听他的台练习，就是继续复健画图，然后或是开台前，不是都会暖机吗？就是我下午也会睡一下觉，然后睡醒之后会暖机嘛？暖机就是在打开他的实况来听这样子。不是有我很愉快吗？说你很愉快。礼拜六不是出去，那就是礼拜六白痴。礼拜六出去，下午也会，下午也是回来啊，晚上回来啊，懂吗？不过他有没有来看呢、欸？因为他超屌的哎、欸，他画画都用滑鼠在画哎、欸，画的品质也很强哎、欸。画什么我不知道哎、欸，我觉得蛮是要画轻松生存的东西，可是想想啊，好像又还好哎、欸，就不想画了。好了，不知道，因为我发现我会的知识真的很少，所以想说多练一点吧。我可不可以在礼拜四、在礼拜六随机休息？你就休息啊，反正今天又没怎样。你要今天去休息也可以啊。那你是不是可以再接委托了？还不行哎、欸，还不行，还不行，再缓缓。我等一下委托一开下去，二十几单，我就算一个礼拜画一张，那两张图的话，你看我要十个礼拜啊。知识啦，知識，对你。一起猜猜看吧，我觉得很好猜吧，而且线稿跟你再缓会懒惰 哦，拜托，你再嘴下去的话，我就不理你了。其实不知道这首有没有版权呢、欸，因为这首已经真的是很久了、欸。委托可以限定人数啊，哦，拜托，如果限定人数，又有人要靠腰说，没抢到，什么开始讲一大堆有的没的啊，我就是听得很难过这样子。是啊，委托限定人数这还好，就是把委托的那个价格抬高，有没有？把委托的价格抬高，然后画的品质一样差。哎，我上次布布的公车也还没贴出来，我那时候只是为了测试那个什么。这是那个 APP， 想说现在这个不公开，然后自己看。
哦，好不会画哦。等一下哦。看这时候没有什么东西。我透视就很重要啊，结果就是都没有在学。哎呀，要这样子，这样。你也想学透视，这样可以在买零食的时候。干，你真的在讲干话欸？我想说你是真的要学透视。低能。在画谁？我在乱画，我在乱画。因为开台前没有实况看，就刚才看九九，现在木棉花那个 YT 在播九九。明天游泳，某人不准备东西，准备啊！我跟你讲，你准备完之后回来，还是看到我在画这样子，都没有变。感谢超级留言。那个要画画的好好学啊，不要跟我一样啊，就只是会一点点皮毛，然后怎么报啊？你有没有推荐莱尔富的食物？莱尔富，就莱尔富，我小时候常去，因为那时候家里附近那个有那个什么，家里那个什么开小吃嘛，然后附近有那个莱尔富，而长大之后就
就把店面让给人，咳咳，然后就没去那家莱尔福了。而且我暂时不接委托，我也是想说，你看我会的知识真的很少。那委托画完之后，知识都长那样子，差不多，就觉得该练一练啦。在 FB 开这么久，都没有在画画，真的有差很多哎。那真快一整年都没有在碰什么画图。你不要再哭，你再哭就再ban你，跟你讲，就算你有再多账号，都把你ban掉，跟你讲。大家就说、哦、你怎么那么凶？哇、我在凶谁哦？我把他 ban 了嘛，让他换小号过来。暂停使用者。好了，我们五分钟后见。莱尔富的食物，它冷冻柜里有个方形餐盒，意大利面、红白青酱都有，很赞哦。那个酱汁量真的是有够多，有够多。你说的是那个哦，那个不是很多，那是莱尔富才有的吗？还是其他那个什么，其他超商也有啊？哎，不是哦，我讲一下，我画完这个搞不好不会存档，搞不好不会存起来。但现在可能都是在画爽图而已，就是回到一开始的我画画方式。他又做了什么？他没做什么，我也想编啊。不是啊，就喜欢讲干话啊。啊，我明明都在讲认真的东西，就喜欢怎么讲？后来想想，我好像也是这种人啊，就是人家轻松生存在一起讲一些奇。认真的事情，然后在那边乱啊！看，明明画 Q 版多简单啊，硬要画个。这样子的图，你觉得短裙会好看？不是，我画长裙，画长裙是有原因的。
欸、靠，那只角色好像也不是这样画的啊！那个 Seven 的起司三重奏，不是人家是在问莱尔富哈，比如他家附近有莱尔富，你还在那边讲哦。阿云是不是低能啊？还是等一下来玩那个 啊？现在没有那个玩哦，也没有硬加宝藏可以玩了。回台湾必吃啊！就跟你讲说，他要嫁，他嫁来台湾了嘛。听不懂，就是要嫁来台湾了、下楼回工作岗位，好，拜拜。要玩说书人？不是啊，那说书人一大堆，一大堆油条、葱油饼，看了都很不饿哎、欸，很油哎、欸。你为什么喜欢兔子啊？兔子那么可爱。像你们为什么喜欢哈记啊？你们觉得哈记可爱一样啊，对不对？啊，但是你们觉得哈记可爱，你们还是会照样吃西瓜、啊、对不对？有道理吧。这样比喻好像不对哦。你还有第三条命哦，那你就有种，你有本事不要第三条命打字啊。我可以按移除哦，移除之后你可能就是黑名单了哦。好啦，我来看第三个本尊，第三个分身是谁？来啊，你再开啊。
感谢封建的超级留言。不知道，我跟你讲，优越在那个赖群再闹下去的话，我就把他 ban 了，跟你讲，不是 ban 了，把他踢了，跟你讲。我为什么要踢我？我这么可爱，这么无辜，这么善良，是不是？你只会讲这种话。我们的学校宿舍没有冷气，你住了两天快疯掉了。没有怎么没有冷气怎么办？就一辈子没冷气吗？我不是说过不要趁人说话的时候发动攻击吗？不是啊，你等一下，这是你第三个分身对不对？那我不是不该编的。等一下哦，你有几个阿伯啊？微微，然后嘞，阿伯，哦，没有认头像，我认头像。好了，第三条命我不编了。就是画长裙的原因啊！我不做了啦，啾啾！长裙子不够长。有啾啾也是在那个退去看木棉花的时候才开始看的，不然根本没机会去看啾啾，我觉得啾啾那画风，我真的觉得哇，怎么太特别了吧？这样子的感觉，我不当人类啦，啾啾！你有六个，再杀下去就说你玩游戏讲干话的账号了。为什么啊？你的 YT 为什么会到六个账号啊？你有病啊？还是你都用分身跟自己对话、啊？你怎么那么可怜啊，我的天！你是不是只剩这个功能啦、啊？没朋友，自己做朋友就好了。你这样解决了很多人单身跟没朋友的问题的困扰跟问题了、欸。安安，哇，他一次解决了现在大家在困扰的问题。我还看到抖音还是什么上面一个影片，他说，怎么美人鱼是由人跟动物组成的词？那还有什么词是组合人跟动那个人跟动物的？反正人跟动物嘛还是什么？然后就有人回答狼人嘛，他说不是，明明狼人也是啊，结果他的答案是单身狗，好白痴的。结果大家在不是订阅六次？对耶，你要订阅六次啊？你可以每个账号都超级留言一次哦。这感觉就是哪里怪怪的，你们知道吗？应该是。就是要这样子，抬头挺胸。
总觉得还是怪怪的。睡不够长。哪样子？噔噔。没事啊，如果这个因为版权被封了，我也认了。看到这个步步让墙的一件事，嘿，请说。阿贝说了什么？我看一下哦。好讲话吗？哦，哪里怪怪的？右下角的人物吧，同时靠腰哦。没有，他已经尽量把人耳给取消掉了。因为那时候我给他的那个就是我说要把耳朵盖住。没办法啊，你看那个什么，国外那些 VTuber 很多动物兽耳的啊，每个都还是有耳朵啊。那没办法，这是模板啊。然后不是有人希望我继续做那个吗？那叫什么？画画教学。可是后来我觉得我那个画画教学有点不敢再出的原因，是因为有些已经开始在怎么讲股价那些的问题，已经有点不是我能驾驭的领域了。什么意思呢？就像现在这张图吧，这张图其实股价已经崩很严重了，因为以这样好了，三头这样是一头身对不对？然后正常来说，要么就二头身跟三头身，可是我现在是 2.5 头身，你看这样子，而且还 1.5 都不到哦，你看。这样子，其实这已经是不对的了，所以我才觉得哪里怪怪的，就是因为比例不对啊。我算 VTuber 吗？当然不算啊，我露过脸啊。可爱风格不应该不用看骨架吧？要哦，其实Q 版还是有 Q 版的那个啊，完美比例在。不是啊，就是你看布布这么可爱，就是因为他达成到二头身的那个啊，二头身了啊。其实正常兔子是四头身啊，四头身左右，它是头小屁股大。然后很多像那个谁，那什么鬼灭吧，鬼灭真的是让我觉得很奇怪的画风，虽然那什么，他不是都有角色的身高图什么之类的吗？看起来就是四头身跟五头身，可在动画里面很多时候都是已经六头身左右了，在打斗画面啊什么的，一脸懵逼啊。反正就是通常可爱的东西就是二头身啊，三头身就已经有点脱离，怎么讲，哦，好难解释哦。通常二头身的东西就是可爱啦，然后再就是你的比例线条，像怎么讲，这样好了，画一个二头身的人，你看这也是 Q 版啊，啊可是为什么感觉画起来就很奇怪，有没有？看起来就怪怪的啊，啊就是因为身体其实也是要有，哦好难讲哦，反正你身体曲线线条那些也是有它的。比例在啊，那就错了，应该要这样子，然后这样子，有没有？这样子，二头身还至少好看多了。
对吧、啊？就是你二头身，你手也不能太长啊，脚也不能太长啊，这没得啊。二头身就像你头像，你头像那个其实也是有点意外、欸，那个也是我早期画的好不好？那时候画的时候，其实，你那个已经有点 2.5 了，因为你的眼光是你的眼睛就已经不是我平常会画的比那个风格了。谁敲我？周六有需要几点回去吗？加入这个视频 OK 吗？可以啊。啊？你好。看衣服有要这么久吗？是啊，我看个衣服需要三个小时啊。那再就是脸颊的比例吧，就是我每次通常画完这支初稿嘛，然后你会发现我的好像头特别大，然后就每次画脸颊，每次都会修，没办法，都一次画好。那这样子，你看，刚修太多了，快要。再把耳朵画掉。看完食物都看，你看食物看超久，什么黑莓？哦，黑莓很早啦。很久久陪他们。周六没有赶着开台。差不多哎、欸，可以了。完了，你视线都会注意在那个摇晃的兔耳，看你现在才注意哦。我的头怎么又抬高了？我天啊！那样，我跟你讲，好，先调试一下，我重新调一下位置。不行啊，怎么这样子又变好低头了？来来来来来，同志，头也太低了吧，这样。好了。我回来想问各位大人们，你们对画动漫插图的主题有想法吗？现在我没有什么有用的选择，什么意思啊？为了分析有试过闭眼睛画画画出来的很惊人的意义。闭眼睛画画过啊，我觉得没差很多哎、欸。
其实有时候我真的觉得那些都是节目效果。我还没试过背部画画那个接龙的啦，啊，但是闭眼睛画画我试过啊。会，我当然一定会歪，只是没有歪到故意那么夸张而已。背部画画超难，你说接龙那个，我在等那个啊，等去团团那边，好像还可以再玩一次哦。因为说那天人也很多，就正常画，不要画图。啊，注意音量哦，要准备播广告咯。小雨有没有听到？要放广告咯。哦，想到了， Twitch 好像是要有合作伙伴才能自己手动播广告齁。以前好像就是因为有这个东西，想说奇怪，为什么去看有些台没有广告可以看。来要播啦！哇，我差点按结束串流，白痴哦！高高有看到吗？就是，如果你有看到的话，你会发现你用滑鼠画吧，你的线条就是这样子嘛，固定这种。那如果用笔画的话，就可以像这样子，有压力的这样感觉，这样子。其实要看啊，像很多也是用像拉线画的图也很好看啊。啊，只是这种有那种力度的感觉，也有它好的地方啊，就还是会建议你买绘图板，而且你画画速度越快的话，对你以后也是怎么讲？因为在创作这个东西吧，你如果真的有接委托接案子的话，你画画会怎么样？假如说，你一个小时画一张图，跟两个小时画一张图，你至少一个小时画一张图，你可以
赚两次的钱了。十分钟熬不住，那你赶快跳过吧，跳过吧，孩子。他可能是看到减肥广告吧。他说：“我跟我女朋友很相爱，可是突然有一天，他说抱歉，我还是不喜欢胖子。有啦，我有遇过十分钟的啊，那五分钟哪有啊？我上次有看到减肥广告是八分钟到九分钟的、欸，哎，有啦。”欸、而且我开始画人像啊，就是、欸、以前有人找我画那个类似偏拟人嘛，然后就是有点写实那种感觉的图。我一直觉得我那个嘛，就是比例那些都抓的很不好啊，然后觉得画的不像。可是最近在就是偷偷画一些人，然后就是当练习的，还发现说有时候画的又很像。我是不是配音？我不是配音啊，怎么了？减肥广告很长，真的有。然后我也看完，没有，我们那天有聊，我们那天还聊到最新的广告是说什么结婚，然后。新郎跟伴娘在更衣室里面做羞羞的事情，那个广告，然后就说什么有新的了，我还没看过哎，然后我就突然某天晚上就在剪片的时候在听歌，听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发现说什么，都怪你，你没事那么早来干什么？然后他们就说聘金都退给双方什么之类的，我没接过配音啊，怎么了？一小时的广告，我看过最长的广告是18分钟的啦，是之前神魔改版，那时候我没玩神魔，可是就觉得哦，看人家转租就觉得很爽。对吧？我是问你为什么会问你配音什么配音，我没配音啊。不是啊，有人突然问我说什么，我有去配音什么？我每次用手机画画，但笔都没有水。手机，我觉得手机会画画的很屌哎、欸！你的手就这么粗，你要用手机画出好的比例，我觉得很难。靠呀，我眼睛画那么细干嘛？你看就这样放大后，眼睛又觉得怪怪的。所以我不爱画眼睛啊，眼睛乃灵魂之窗，你一张图成败的关键就是要眼睛了，对不对？那些会画画的眼睛没画好，你整张图就毁掉了。没有买电绘板都在滑鼠音上，哎呀，我讲我自己啊，因为这个板子算是我，也不算是我第一个买的3C东西耶，就是这个板子直接用了我一个月的薪水直接买下去了。然后我就讲啊，那时候就有人说很浪费啊，他说你花了6000-7000买了一个板子，然后不如给他拿去画买那个嘛，那个什么化妆品啊保养品。后来我就很生气回他，凭什么？你又不是我女朋友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开始了我在 FB 上、被霸凌的事件。
要我之前有讲啊，我之前在开心宝贝嘛，然后就是也认识了一群之前蛮喜欢画图的一群人，啊，就直到有一天我就说我去买了绘图板，然后觉得我在浪费钱，怎么让这些钱就是给他拿去买化妆品，还比较有用，说买给你干嘛？你又不是我的谁？我记得那个女生叫雪碧哦，啊，不是现在网红那个雪碧，是早期一个雪碧，她还胖胖的。触控笔就看你用哪一款。你去玩糖豆人，不要玩了吧，这时间外挂一大堆耶。我们那天，什么时候？前天在录影的时候，靠我的头。前天在录影的时候，玩。有九场吧，我们才成功录了两次而已，其他都是遇到外挂。现在遇外挂就是直接你时间开始倒数的时候，马上就冲到终点了，直接不给你游戏体验欸。糖豆人应该再过几天再玩吧，现在外挂超多欸。现在主要好像是因为大陆那边有一个实况组在玩糖豆人，然后就是又开始红起来了。不然就是跟巧克力那个啊，哦，不止连三场哦，超多场的哦。我们好像第一场成功录影，第二场遇到外挂，第三场遇到外挂，第四场录影成功，第五场录影成功，然后之后都是外挂。那你好无聊，你好无聊。那你去玩糖豆人吧，那你去摔滑鼠吧。不然你去玩 Day by Daylight 啊，现在 Day by Daylight 又红起来了欸。感觉还是哪里怪怪的欸。这样吗？你看，我现在真的也只是撇开心的啊，然后搞不好我等下就是不存档，然后直接关台。我以前真的，怎么讲？我图几乎都是不存啦，因为我想说都几乎丢粉砖，然后就都不存档了。不存就不留图下来了，然后导致以前在无名上面用滑鼠画图很多都没存下来。来玩谁是杀手哦？对啊，那你们去玩啊。你很久没玩空那个船战了不是吗？下午点点都是穿牛仔外衣哈。我那时候想起来有个让你画画看起来变成大神的方法，就是你画好一张图，对不对？你就可能加个这种效果，这种效果。
很像有那种抽卡池那种登场的那种效果，这样子，有没有？看起来就是很强。哦，就让你的图瞬间变很厉害的感觉。麦块一直以来都是要自己买的，实在会就问他。麦块正版是不是都要买的？当然啊，你现在麦块你真的现在很好买到了，你去超商就可以看到麦块的卡片，就让你去买了。以前我们要请有信用卡的人代购但这张盒不适合，没有，这张图最适合是加落叶。是加这种感觉，可以让你画画看起来变很强，对不对？有吧？刚图要加落叶啦，哦，只是刚只是示范而已啦，哦，可恶，不给示范的哎。花瓣不错，花瓣哦，可是这样这比较像秋天的感觉，不是光圈。哦，我其实是想画这个发型啦。等一下哦，发型怎么画？复制一下哈，复制盖起来，像个怎么画？等一下，靠啊，哭啊！哭啊！我去看一下，怎么画？雅斯娜吗？我没看刀剑呢，等一下哦，雅斯娜。583又是什么？雅斯娜，那个斯大斯？哦，有了。哦，不是雅斯娜，我不是要这种头。我怎么看到好像不该看到的图啊？我看一下哈。我没有要头太长啊，因为我头发很长，因为头发如果是这么长的话，我 OK 啊。这样子吗？这发型那这样子吗？这样吧，这个就不用了。
阿克雅，那我宁愿让他当那个吧，达克尼斯，你是叫达克尼斯吗？忘记了，乖乖有马尾就好。白痴，直接打公主头就好了齁，我就想什么公主头。对啦，公主头啦。是哦。哦，怎么办？都好好看了哇！哎，佐伊会听我口音。好啦，决定用这个了。分析分析，有人说你声音很好听吗？有啊，很多啊。可是，欸，怎么讲？也有人说我声音很难听啊。怎么讲？在还没认识鱼竿之前吧，就有人说你声音很难听，可以闭嘴吗？这种话，然后就当时就是耳麦吧，耳麦都是把耳机的线给拔掉的，没有再插麦上去之类的。就导致说我当时画画吧，画画那时候都是没有，完全都没有开麦嘛。那时候就是连鱼竿菜渣跟我通话都是我用打字，他说为什么你都用讲，不用讲话的？然后就直到有一天鼓起勇气就是开麦嘛，因为那时候他们在玩那些什么 GMod 什么的啊，然后就是说开麦比较好玩啊，开麦啦，不然那个杀手杀了你都不知道。然后一开麦鱼竿就说哦。你声音那么好听哦，这样子。然后有一次就是刚睡醒，然后看他们也在通话，然后就加入通话了吧。他说：“哎、欸，你是谁？”我说：“啊，我繁星啊。”我说：“哇，你声音也太有磁性了吧！”我说：“哦，刚睡醒，这样子。”然后从此才开启我敢开麦的这条路。不然当时好像连玩魔兽世界啊，跟人家组队打团，都是在关麦的情况下在玩。到底为什么可以用听声音就觉得很帅啊？你们这样也太肤浅了吧，这样容易被骗呢、欸。不对啊，我还觉得这脸太宽了。等一下哦，还是哪边可以修？这样子。整形手术哦，这才对嘛，这个比例才对啊，各位观众。
哎、欸，不是啊，画个线稿怎么画了一个多小时啊？好不像我。哎、欸，我是不是应该要把“帅”这个字在我的台永远边呢？我等一下，我看一下后台哈，把什么“帅”呀之类的把它给边了。没有，我也知道我长得至少不难看啊，那只是还没有到可以当帅的地步啊。你看，如果真的帅的话，我还需要虚拟形象吗？我就直接开视讯就好了。地上画一片落叶，保证累，当然累啊！广告好吃吃到了，我没按广告哎、欸，我没按呢、欸。好了，那大概就这样啦，感谢今晚收看啦。这个我不知道会不会画完呢、欸，感觉还是哪边怪怪的，眼睛太大。如果真的要画的话，不能画这种脸颊哎，我要画这种的。感觉我在帮他整形，我天哪、啊，画这种。脸要瘦成这样子，这跟当时的草稿不一样啊！分析去年生日被西瓜，那是前年，那个是前年啦，那个在菜渣那边玩的。啊，去年是在家里、欸，我去年在家里过生日。哎、欸，可是年纪越大越不想过生日，是真的哎、欸。我现在其实很不想过生日，觉得简单就好，没有特别想要过生日什么的。年纪大了，要服老了，已经到了中年大叔的年纪，还在画可爱的图，想想就觉得好变态哦、喔。你看，身为一个已经是大叔年纪的人，还画那么可爱的图，感觉就是很变态啊！看到分析25岁发图庆祝，25岁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哎、欸。我回不了台湾就不想过生，他怎么？我回不了台湾就不想？你说你吗？你国中就没人想过生日，我想一下哦、喔，我好像一直以来都不是很喜欢过生日、欸，是直到就踏入实况界这几年才比较喜欢过，可是最近又比较不想过了。你爸一直看小萝莉，不是啊？我在画哎、欸，画跟看哎、欸，有啦，这脸颊你看。整形手术是这样子，哎、欸，如果可以整形，我好想整鼻子哦、喔，整鼻子跟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喜欢整鼻子跟下巴了啊！我那时候不是也有讲吗？就是一个人最好看的就是看他的鼻子跟下巴，鼻子。像这样子。碰不到嘴唇，都是帅哥美女居多，所以通常那种俄罗斯国外那种的帅哥美女比较多。那如果以后小孩问说爸爸你的什么长跟你不一样，我说怎么样，长大之后爸爸带你去长得一模一样。
下巴太凸很奇怪，不要那么凸啊，至少鼻子要挺啊，下巴要……没有，跟你讲，当你真的有在看那种比例图或什么的话，你就会觉得真的是很好看。啊，相信我啦，我怎么可能会骗人？我跟你讲哦，你们不要打一些太奇怪的表情符号哦。现在管理员都不见了，只剩下我，所以你们很多被屏蔽的字都要我审核过。我倒是因为从小就没过生日的，所以长大会期待生日，会不会有朋友跟我过？我发现说没朋友，没有，你就跟阿贝一样啊，他创了六个账号，他可以跟自己说生日快乐啊，对不对？你玩动森那个也会跟你说生日快乐啊。肩膀是不是左边太长了？哦，有哦，感觉哦，但是想问一下哦，因为我最近收到一个电话，让我觉得很好奇，然后我爬了一下文，说那是诈骗电话。就是我这两天收到一个电话，很奇怪，他就是打电话过来，然后跟我讲说什么要午休啊，然后要多午休补充水分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挂断了还有之类的，就隔天又打过来，然后又讲说什么他是谁谁谁啊，然后有跟我讲过午休那个的东西，他还问我记得吗？我说我记得啊，我觉得那越来越听越像诈骗电话，然后我就去查了嘛，他说那电话开头号码是0982，然后查了一下说那个很多人都是说0982是诈骗电话还是什么的，关怀电话我不知道欸，然后就说什么今天是第三通电话，他就打来说什么他今天要什么考试要面试什么之类的，然后好像是什么审核什么之类的，然后问我说3点可不可以打电话跟他加油，然后最好笑是我就跟他讲说，可是我手机现在是拨不出去的电话，只能接。他说为什么？我说没有啊，因为平时没有朋友用得到手机要拨电话、啊，通常都打赖啊，所以手机常常都是卡在说不能打出去的状态。然后他说哦，好吧。我说那你可以3点打过来啊。结果今天睡觉的时候完全没有电话打来，我就讲说越来越像诈骗电话了呢。然后就看了一下网络的文章嘛，就说什么你打过去只要什么几分钟几秒钟，你就被扣了100多块钱，这样。不能讲声音频率有没有选？哎，我问一下哦，因为我最近去看那个实况组的台啊，总是会一个人一直在调人家的那个发言。总是在那边说什么，晚上要干大事啊，不然就是说他认识你，但是他不能讲，他有上新闻啊，就是想勾引人家说你是上什么新闻，你是谁，你到底是谁之类的。他说他不能说啊，可是就是喜欢在聊天室一直把自己捧得很高，讲得很好，你们会觉得这个人很白目吗？应该说你们会想理这个人吗？还是会想要就是无视他？想想。有那种留言吗？就比如说我今天在别人的台好了，我就是很想要炫耀说自己是谁谁谁谁谁，可是其实也没一点本事吧，就是整天来
整天就是一直在，比如说你讲话就讲话好了，你一直要 take 那个人，就是小老鼠，然后后面打那个人的 ID， 就比如说小老鼠捷云好了，就一直这样子指定你跟他对话还是什么的，然后就说不行啦，我的身份你不能知道，但是就是这样讲，日讲日讲日讲。不是啊，我没有没有，你们先不要那么凶，我只是会好奇你们会想怎么做。可是我就觉得他的观众都很佛欸，你知道吗？如果是我们这边的，可能就是直接把他，对，像你们讲的嘛，可能台主就会说，那如果你既然不想要让大家知道，你就不要钓鱼还是之类的吧。结果我那时候就是在剪片，剪到我真的是，就是他都指定在跟那个实况组聊天，然后也一直要那个实况组好像跟他理他吧。后来我就气到直接在聊天室打说：“那你就不要讲啊，一直要叫人家，既然不能让大家知道，那你就不要一直讲嘛，会低调一点哦。”哇，我是不是太鸡婆了？看，明明已经勾勾被拔掉了，已经不是合作伙伴，在那边嚣张，不知道想嚣张什么。你都直接编掉没有啊？毕竟是别人台啊。哎，十秒钟后播广告。是啦，我是要，因为我要提醒啊，萧院他都把那个声音拉到最大声啊。没有，我觉得我不仁慈欸，如果在我的台的话，就算我管理员不编，我也是把它编掉。12分钟，还想吃是不是？欸，反正就是吃得到就吃得到啊，我真的狂点都没有用，我真的很努力在点欸。说实话，就看那个台那么多经验，喵哈真的是最仁慈最佛的实况，没有是。怎么讲？喵哈哦，搞不好喵哈自己想奔啊，只是不知道怎么奔下手，你知道吗？但是怎么讲？但是有时候就觉得，不该奔的你们又奔掉，这样子，就是你们要知道，你们管理员啊，就是。那一台的管理员就代表那一台的实况组啊，所以就是你们要知道台组的底线到哪里，然后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嘛。像你可能在团团台或哈记台会比较冲动发言或什么的，会带头起风向那些，但是如果你在那一台的话就没办法，毕竟我总不能在我自己的台说什么，哎，我今天要穿女服装哦，然后大家一起哄，没有啊，对不对？你有看到杰克有说他想要带头穿女服装吗？没有啊。啊，他既会穿女服装，也是因为你们说什么一直给他衣服，给他什么的嘛，还才会说什么每个月的15号叫做西瓜日啊，他说你们害的。来，这个是敬礼法庭之前。这是进礼法厅之后，
你很常不知道喵他 banner 的底线，那你就要观察，他应该也有跟你讲清楚吧？哪些是他怎么该做不该做，他应该有都跟你讲啊。我叫做左一口香糖披萨，你们从刚开始在讲说口香糖披萨是什么味道，我知道口香糖披萨是我带起来的，可是为什么跟左一有什么关系？是因为那个精华是左一跟口香糖披萨放在一起而已，这样子吗？欸，你们不觉得很久没玩 Building Game 了吗？自从那个秋风杯没有之后，好像已经半年以上了吧，没 Building Game 了。而且我把它放一起，欸，本来还有更多的，你知道吗？那天还有什么？记得那天我还想要剪一个，可是我那时候找不到片段。哎，好不想画了哦，快十点了哎。不然接下来的留到礼拜六再画。礼拜六如果晚上回家的话，我再来画。我这边讲一下，礼拜六是去跟一些布窝的管理员吧，不是管理员啊，就早期的。那个不算是聚会啊，这只是我们吃吃饭而已，因为。毕竟他们是比较早认识的嘛，而且如果找一些比较，怎么讲，刚进来兔窝的人啊，我是怕找你们一起去的话，你们会很尴尬。就像今天你去参加一个，你们两个是朋友，可是你去参加你朋友朋友的聚餐，所以场面的话，可能就是你只跟你朋友认识，然后。啊，他跟其他人讲话，你就变得很孤单，没有什么话题可以聊，对吧？所以就是怕这个，就是突偶然间啊，因为他们突然，本来应该是说他们自己要约，啊，今天是我自己要白目介入进去，说要吃的这样，所以这个不算是我们家私约啊，是我自己白目。硬要去介入人家关那个人家吃饭的关系，好吗？我只是第三者。哦，发现哪边怪怪的了啦，脖子这里啦，因为刚刚整形完之后，脖子这边其实要往这边移才对。对，他们可能今天是四个人在旅馆，那我是愿意当第五个，这个我是跑去当第五个人，我去凑热闹。然后凑热闹就算了，会有第六个人还会在更晚的时候来凑热闹，我快气死了！大牌，刚刚想说那都要给他请客这样，反正他赚那么多钱。对，难怪就怪怪的，是肩膀啊，脖子的位置。为何看到裸女会想到荷西？为什么裸女会想到我？
如果你再讲出一些怪怪的，我 Banon 的标准是什么？ Banon 标准很明显吧，就是你白目啊。好，今天如果你打了一个字，你讲了一句话，十个人里面只要有过半数觉得你白，应该说只要十个里面只有超过两个人觉得你白目的话，就把你ban掉了。淡水健身房哦，白痴哦，那个好像是因为那个什么，那个是因为那个女生有精神问题吧？我记得那时候有稍微瞄到，我就去睡觉了。而且那个健身房跟我的健身房是不同间的。我想说淡水健身房啊，就那几间啊，而且他去的那一间好像是器材比较差的一间。那时候我一个朋友就是跟我在同一间健身房的朋友说，他本来要选那一间，可是后来试用了之后发现那一间的品质没有很好，就决定跟我在同一间，然后才知道干他以前超级胖的，现在他的胖是那种壮的胖，然后他也带我熟悉很多东西。就比如说我之前去练嘛，都跟很像那种小孩子在玩游乐器材一样，才发现说我全部器材都用使用方法都不对，而且应该要用是用另外隔壁的那个游乐区。你妹在动身不小心按了 A 键买了狐狸的假货，哎，赶快离开啊，赶快重新独挡啊！如果下次发生的事情，先独挡再讲。先不要存档，直接游戏关掉。啊，就那种啊，为什么叫做啊？对，就这种白目啊，这种白目就是 ban 了啊。啊，或是带头什么？你为什么不跟谁谁谁玩那种东西啊？靠呀，结局就打出来了、啊，有没有？啊，像这种都是大家的那种。同意都会被 ban 掉的，你就不要再问说为什么把你 ban 了那种，这种就欠 ban 呢、啊。啊，不然就是说，哦，那个谁玩过了，哦，你真的很烂呢，这种东西。睡醒，嗨，早安！哇靠，你才睡一个半小时哦！你是被你家的猫口臭臭醒的吗？哎、欸，明明就有真的会被臭醒啊！那是哪个白痴实验说什么人是不会被臭醒的？我之前就是被我家狗的口臭臭醒，我家狗就是牙周病。小时候我爸就喜欢给他吃一些用高尔夫球磨牙什么之类的，导致他的牙齿就是有蛀牙什么有的没的，就是那种是已经没办法好的了，然后嘴巴就真的是有够臭的，每次转个身睡觉吧，然后就被他口臭臭醒。我待会要录影哦，哦，辛苦了。请问这个游戏要钱吗？要啊，可以跟你一起玩啊，好啊。啊，要钱哦，你可以买给我吗？还有这个问题哦，我之前遇过这个哦。有问繁星，你可以玩的，你那个要钱吗？我说要啊。他说什么？那你可以买给我吗？我当时好像回说，你可以去订阅杰克啊。有机会可以抽到这款游戏，那他还回我好，那就没下文了。可能是杰克送他礼物了吧？这是我合理怀疑的原因。
好像也有遇到粉专很多奇怪问题哦、喔，什么啊？繁星为什么你叫繁星啊？我说没空。好，我说我现在没空。好，然后人就不见了。更多问那种什么什么模组怎么装啊，什么鬼东西的，我一律都是推给其他人啊。我说那个什么轻松生，不啦，轻松生那个什么啊 ATM 的那个怎么装，我说你可以问杰克哦，那是杰克用的。然后他就好好完之后说，那繁星你那个材质包怎么装，我说你可以去问杰克哦。我说他没有理我啊，我说那表示说啊，我也没理他，我想说我那时候就没理他了。然后跑来敲我说：“繁星在吗？”然后一直比赞赞赞赞赞，我就回答你赞啥小。我说问你哦，我说没空。好，还有很多问题，就是繁星请那个他没有想请问一下，他说繁星，然后我就看先看一下大头贴嘛，然后再看一下那个就读什么什么什么的记录，然后只要是看到国小毕业或国中毕业，我就直接先回说你可以去帮你爸妈那个嘛，什么做家事啊，有的没的啊，他就说不要，我说等你做好再回答你问题，他说可是我刚做完，我说你不是不要。加麦块好友，我真的不知道麦块要怎么加好友、欸。他说 Happy 手吗？还是我要学汪汪啊？就那种很凶，然后就直接拿来攻神，有没有？酸哦，最常看到这种某实况组，你可以订阅我吗？很多啊，酷家可以吗？我是没看到他订阅我啊，看他订阅的那个订阅清单，想一下哦，他好像说什么互订嘛，那时候他好像16人，他只订阅了3人而已，有白痴的哎、欸，就是他订阅完了之后把人家删掉了那种，最有可能。就叫互定，看叫互退吧。今天我想退定，你可以跟我互退吗？还有很多很多说什么没有影片达到几万订阅这样东西。哎、欸，我之前好像看到有说什么，我才不需要你们的订阅吧，这样东西。啊、他以为这个有反效果之类的吧，然后那时候看了一下，欸，好像才4赞吧。
欸，我这边讲一段话哦、喔，你们不要白痴给我做什么生日影片哦、喔，不要再去什么跟人家要一些录音档啊，然后给我做一些影片。我好像每年都讲一样的话吧。科西有没有遇过最奇葩的私讯是什么？我想一下哦、喔，最奇葩的，最奇葩的。哦，我最近好像有遇到一个诈骗的吧？我看一下那是什么？哦，他贴那个诈骗的繁星是你，然后就贴了一个 YT 的一个连接给我，然后就回他，对啊，是我，然后他不理我了。去年已经搞过了，我就怕今年又是给我搞啊，每年都要给我搞一个。有没有还在暗中偷偷进行，马上被破功之类的？最奇葩的私讯，我私讯给繁星奇怪的照片啊！对啊，对，就是你啊！妈，寄什么哈基的照片给我？我已经跟你讲说我不要了，你还没给我私讯，那就你最白目。因为你看哦、喔、因为你看你请人家录生日影片吧，啊，人家也可能真的也是忙，虽然生日影片才几秒钟几分钟，可是你要想一下内容啊，可能人家录个影片，录 NG 个几十次啊，这样，我有发现我最近来 YT 开台之后，因为我的设定全部都要重新设定，然后我的就是讲话太小声，就是会被卡掉嘛，啊，我有问马婷说这要怎么处理，他有教我啊，最近是有好一点，可是在录。私下录影或是跟其他人开台录影的时候，我很多没有录影，主要也是因为我自己讲话很多音都被卡掉了。像轻松生存，很多你们可能会有注意到，我可能讲话声音会不见，应该有吧？就是你还没送，送他小，会想收到生日祝福吗？哎、欸，所以我才不想过生日啊，就是。感觉会麻烦到人家吧之类的。哦，不想过生日有个原因啦，这原因我就不讲了啦。怎么讲？欸，每年的愿望都没有实现过，不是每年的愿望，就是你愿望怎么讲？愿望就只是愿望嘛，那、啊、可是。每次许都只是让自己压力更大，像早期吧，许个10万订阅，许了2年才成功。啊，明明也是很努力在做啊，你看，虽然还是达到了、啊，可是，怎么说，感觉越来越觉得自己不适合做这一块啊。那感觉只是在硬撑吧，有没有？最近有这种感觉在啊，不是最近，我很早以前就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一块。对吧？哇，超低潮的。对不对，小鱼？你看，说 EQ 没 EQ， 要玩游戏又不是很强。搞什么？也有，我本来想说要观看没观看，想说啊，看好像都嘴到你们，不能这样子讲。好像应该要想说，要观众，其他人都不在，就只有你们。
啊，好爽，这是 YT。好，感谢啊好爽的订阅。我应该这样讲吗？先许完才吹蜡烛，当然有啊。哇，主要是之前都是生日的时候跑去跟菜渣过啦，就是因为工作室那边都会突然吃个大餐什么的，然后才会让我觉得那时候过生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可是每次只要那种开心完之后，就觉得很舍不得。就比如说，办完烟火之后嘛，就是那种或是聚餐完，比如像是毕业旅行，或者是那个毕业典礼，或是开心完之后，就觉得突然很空虚，很少了什么，就是会突然觉得很寂寞吧，那种感觉。我生日不是在上班，就是在考试，不然就是在睡觉。你的生日也很特别呢，要么上班，要么考试，要么睡觉。那要不要讲说你生日，要么是醒着，要么是眼睛闭起来的？你这样跟那个什么，那个唐立奇老师一样，不是吗？那个某个星座。那个要嘛告白，要嘛成功，要嘛失败。觉得那句话真的是很经典欸，要讲屁话吗？只是今年生日应该是家人会想来过啦，而且是提前过。原因是因为我姐她女儿，只要是别人生日都是说她的生日，然后她超爱吃那个吹蛋糕的，吹生日蜡烛，然后吃蛋糕，然后明明自己蛋糕又吃不多，又喜欢点那种很大块的，我那是她的。所以我弟生日啊。我爸生日啊，我姐生日啊，通通都是说他过的，好笑的。而且，小时候就是我讲嘛，我小时候很。所以皮到就是那时候家人就算真的要过生日，也不是很喜欢帮我过，当然还是会有像国小买个什么乖乖桶啊，带去学校跟同学炫耀。我小时候真的是只要一个乖乖桶就可以炫耀很久。那像我也很，因为我也跟我弟感情很好，像我们班上有人那个生日吧，我就跟他多要一个糖果。说只想给我弟，然后他说不行嘛，我那我就把我的份留给我弟了。但我弟好像忘了这件事情，但我真的觉得我很神奇耶，我真的对小时候的记忆力真的是。没办法忘记，像，我今天也是去说什么，因为我的那个就是眼镜跟鼻梁那边其实有一个疤痕，那疤痕我一直都记得是怎么造成的，就是我小时候在过那个中班，就幼稚园中班的时候，那时候就是都会抬便当之类的嘛。然后去抬便当的时候，好像就是一个阿姨撞到柜子，然后上面的一个锅盖掉下来，就是砸到我的鼻梁，然后的鼻子就是受伤，就是狂流血嘛，我都记得。然后那时候就是老师吓到，就是有那个幼稚园的那个娃娃车的老师，就马上就带我去附近的一家医院，然后就还记得我是躺在那个手术床上。然后医生还问我说会不会痛，我说不会痛，
然后想说怎么了，发生，因为好像就敲到之后整个超级就是麻痹掉了，然后麻掉了之后就只看到医生一直从我的好像脸上一直拿出很像棉花，就是有血的棉花，就是从我手上拿那个脸上拿出来。我想说他是把我的肉给拿下来，我一直在哭一直在哭一直在说，你说你不是不会痛吗？我说不会痛啊，可是那是我的肉对不对？我就这样子，感谢猫兔的新会员，我就这样子。然后后来我想说我一直在哭嘛，因为好像老师那时候我是 长大后回想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好笑，然后老师可能就觉得 我很痛，然后带我去附近的超商买零食，因为毕竟这是学校疏失啊，学校疏失，然后至少要给我一点甜头嘛，去塞我的嘴巴或什么的。哎，怎么还没跳会员的那个啊？是兔猫吗？哦，兔猫，对不起，感谢兔猫的新会员，记得截订阅证明，超级会员的证明去粉专哦，会把你拉出入赖群。基本上这算是重大事件，很容易。没有，有东西叫做创伤症候群，一些受伤不想面对的事情都会被遗忘，很多都这样子啊。这样其实，因为你要想哦，这样搞不好你小时候被一些大叔非礼过。你只是记不起来而已，这就叫创伤症候群，每个人都有，只是你想不起来，有没有？这样讲有没有很道理？你看，搞不好你以前被一个大叔舔过脸颊，但是你没有印象啊。你不要说没有，搞不好你真的有，只是你想不起来而已，对不对？而且那时候看的那个。那时候第一次跟点点约会在那个嘛电影院的时候是看那个，就是那什么喜怒哀乐，那个叫什么我忘记了，那叫什么什么喜怒哀乐的，是有乐乐悠悠怒怒那个的。你被陌生叔叔抱走过？欸，我也有。欸，我怎么一直记得什么爱情良好三块，不是，明明不是，那叫什么啊，对，脑筋急转弯，对，我那时候就是看脑筋急转弯，我哭了三次，然后点点是哭了好像五次吧，因为里面的内容很多都跟，真的是要长大看才会哭，欸，小时候看我觉得那只是觉得角色很可爱什么之类的。我有溺水过啊，那时候我记得我好像真的是差点溺死。因为他们都觉得小孩子就是小时候会游泳，我那时候就真的浮不起来，然后整个被水呛了很多。欸，那个会员怎么还没跳出来啊？我在等那个会员跳出来才要继续画。欸，好，他竟然这样逼我，我这是你逼我的啾啾。我被人摸过屁屁，我也有啊，我还拍过哈基的屁股。哇，其实反正就是这样子啊，小时候他们就讲了一句话嘛，我们人的记忆是不会被忘记的，只是想不起来嘛。记忆是不会不见，只是你想不起来而已。好像不是脑筋急转弯的，好像哪个电影的台词。他说，东西是不会忘记，只是你想不起来。就这句话讲得好好哦。后来那时候灵异教室神眉嘛，不是有一段是一个副那个一个好像很斯文的一个眼镜戴眼镜的人，他也是在那个好像溺死之后被救起来嘛，就是他在叠那个石头叠成功之后他被救起来那一段。好啦，先到这边啦，剩下的礼拜六回来再画好了。那这样子吧。对，应该要这样画。是小镜吗？咖啡色头发戴眼镜的。欸，我到现在都很喜欢箱子。欸，直到长大后我才发现我爱的是雪姬。
啊，超宅的发言，血肌很正呢。以前就流行布丁头了，小金，对对对对对，小金小金。看你还在啊，还没录影啊。所以我那时候看到那一段，我就是想到我小时候在八仙乐园，我还记得是八仙乐园哦。那时候被呛到，小时候被刮胡刀刮伤后不敢自己刮。哎、欸，我那时候小时候拿我爸的刮胡刀，我想说，然后那种小二小三吧，我还刮我弟的腿毛跟我的腿毛、哦，然后我就跑去跟我妈炫耀。他说：“哇，有没有怎样？有没有流血？”我说：“没有啊。”我说：“哇，你会用刮胡刀哦？”然后就很得意。哦，快去洗，快去洗。好，拜拜，拜拜。哎，准备关台了啦。反正今天本来没有要开的，只是最近好像有梦到这个画面，我想说就把它画下来，就是大家出去，因为我最早之前在 FB 吧。那时候我也梦到说我跑去台南演讲吧，然后点点就带布布过来，然后他们就用走的过来，然后点点就吐槽说他才不会走嘞，他到处乱跑乱跳。我说我也知道，可是我就是梦到这个画面啊。臭屁孩，我现在好想用电动刮胡刀，因为一般的刮胡刀有时候真的要刮好久，因为我没有在用那个啦，刮胡泡。欸，最屌是以前在当兵的时候，我那时候没有买刮胡刀，就当兵第三天胡子长出来了嘛，然后班长就在那边骂我，为什么不用刮胡刀？为什么不用刮胡子？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开始用拔的，把胡子一个拔掉。然后他看不下去，带我去买刮胡刀。然后买完刮胡刀，我下午就住院了。不是流血什么啊？是那个去精神病院住院。哎、欸，啊，详情请去看以前的记录档之类的吧。我也这个也讲很多次了，就有点不想提了。反正就忧郁症啊，这个不是你自己说忧郁症就有忧郁症，这是有病例的哦。我那个有看过医生有病例的，所以不是你自己讲有忧郁症就有忧郁症哦。拔胡子好痛哦？不会哦，哎、欸，你要看你拔哪里，拔下巴的话还不会痛，如果你是拔那个人中那边的话，那超痛的。而且我是蛮羡慕有可以留到络腮胡那种的胡子，可是很多人觉得留到这种很烦，因为哎、欸、还好哎、欸，不是啊，不是络腮胡，就是整个下巴一整个都有胡子的，而这个通常也算是 SSR 吧，不多人可以这样留，因为通常留到下巴那些嘛，他们喉咙那边可能也快留到了，所以他们说他们只要头低低的就会被胡子戳到。那现在好一点了没有？你看我现在可以聊成这样子，不是很好吗？就之前跟人家聊，他们觉得就是怎么可能？你看起来就很活泼、很开朗啊。我没有，我其实面对人群，欸，面这我是讲真的，我是讲真的哦、喔。我面对人群，我其实跟他菜渣一样会害羞，就是不。很怕生啊，然后我会听到这个事，就是好像是杰超跟我讲的嘛。然后老巨好像也有，杰超其实他的就是他整个下巴到喉结上面都是胡子，所以他们刮胡子一定要用电动刮胡刀，不然用一般刮胡刀会刮超久。好啦，今天干话画图干话就哦。还是以后的标题就打干话，这个干这个话，这个干，然后话。
哥来讲一些干话，然后变化看哦、喔。哇，我其实没想到画个草稿可以画两个小时的、欸，不然一个多一个半小时哎、欸。原本是这样，然后这时候就是那种那个改造王的歌，然后突然变成这样子。面对人群会直接装成路过的观众，对啊，所以我很喜欢走在人群最后面啊，我超不喜欢走最前面的啊，那每次跟他们逛街都是喜欢把我逼到前面去，然后可能走个十几步之后就会在前面停住，然后等后面的人走到前面之后才跟着走啊，通常这样子走的时候他们都会说怎么了吗怎么了吗，那个干字会被黄标吧，不会吧，不然就这个啊干话，所以就是跟谁啊，很多时候啊，像之前兔窝聚餐啊，或是跟阿米狗人出去玩啊，有的没的我都不喜欢走前面，好啦，感谢今晚收看啦，今晚就到这边啦，那等一下再播个广告，观台再播个广告，就这样啦，感谢各位收看，那我们这张图就是留到礼拜六再画吧，明天巧克团再见啦，哦对啊，我那时候不是讲了吗，那干话不是修感，就是那个玩 GTA 嘛，要修感子啊，你可以跟我，你可以修改一下吗？这样子，然后，只是我真的觉得很屌，为什么可以提到烘干这个字啊？因为他们就说，就雇用那个很奇怪的音，那你刚说要烘干哦，我说哇靠，什么话题啊？因为修改的话是修杆子啊，因为 GTA 有那个。那个技工嘛，技工就是可以修车子啊，然后在抢修杆啊，哦好啊，怪物猎人拜拜啊，我怎么会提到烘干啊，又没有烘干机之类的，好啦，那各位晚安咯，拜拜，明天见啊，我的滑鼠欸，可是还有这么多人我又舍不得关欸，哈哈好啦，各位拜啦！啊，我还没存档，定存新档。哇哦，我这两个小时完全没存档哎！哇哦，等一下我先存个档哦。2020图画战记，哎，以后要不要提醒我存档啊？因为其实我在画这个图真的都没在存的，我看那个时光者的啊，我给你们看我画他的图，他这很可爱哦。像什么？野天太逛街，太逛街，你们看啊、哦，去这个。Ctrl+S 才不是常用技能呢、欸，我根本很少在按，好不好？我可以贴两链接给你们看啊，那个你们可以偶尔，你们可以来这个台，可以先点个追随，然后你们可能偶尔会看到我，不是偶尔、啊、会长时间看到我。如果他有在画画的话，会长时间看到我；他如果是玩游戏的话，就不会看到我了。因为我有在开始偷偷教他一些我画图的技巧，对啊，只会按 Ctrl 啊，总是按到 Ctrl S 啊，真的很少按耶，还是他有办法设定是 Ctrl 跟 Ctrl S 同时进行，
可是这样又很复杂，因为有时候你可能想要退回，不想存档，那你又可以按到 Ctrl S 啊。对啊，你们可以点进去这个网址啊，然后你们可以追随他。哇，你们也真的都是追随下去了，你们也是很捧场的呢。那你们也可以点开他的影片看啊，他常玩什么？我看一下哦 ，Apex 啊，魔物猎人啊，跟画画。他画画的话，最近都是早上，因为我就是早上准备去健身嘛，健身都会。就是会先准备一下出门健身嘛，然后他那时候就开台了，然后开台画完之后我啦啦啦，就是健身完之后回来继续看他画画嘛，然后就会开始给他一些意见，不是意见啦，给他一些建议，然后就跟他讲说可以这样子画，然后或是用这个方式画，因为最近他在画一些贴图，啊贴图要加文字。他没开退取了，我没开退取，他有开啦。哦，白色，是跟我讲话，我退取那边没了。对，他原本下面我画这张图送他的时候，他原本说要标记我嘛，我说可以，其实可以不用，因为我说退取那边没有了，然后他就改标 YT 这边。靠，要延迟啊，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对吧？就这样子啊，这样。啊、如果想要早上来找我的话，你们可以来这边他的台看看啊，有机会抓到我。然后他也有玩那个、喔、那个什么玻璃拼图，我本来也想入手，因为想说礼拜四跟礼拜六不知道干嘛，就想说那个就来玩玻璃的那个拼图嘛，因为之前 TWP 的时候有偷那个 Tina 的电脑来玩啊，所以。退群那边不用订阅了吗？对啊，可以不用订阅了。啊，我不是讲很久了，捷运力学冲虾毁啊！好啦，那就到这边啦。没意外的话，他应该早上五六点就开台了吧？可以碰碰运气来撞撞我啦。我现在是不是还没有接委托？还没。冰玻璃，等之后真的没有画图吧，再来拼啊。没有退群那边强制断订阅。哦 ，FB 的哦，没有。如果是拼玻璃的话，我就会标题打说，在那边呢、啊，你怎么看不到？这样子，这个标题。哎，你十月份怎样？图很漂亮，你说这张图很漂亮吗？你想追随下去吗？来，这个实况台点进去，这是这个台主样子哦，真的是长得很像哦。十月份有个委托你要接吗？我要看呢、欸。如果是那种太大的图，我就不太想画了。就比如说你要封面图，就是什么 FB 的封面啊，你要画很多人物什么挖沟鬼进去的。你没有自己退订阅，可是。哦，原因是因为我的合作伙伴被拔掉了、啊，你懂吗？我现在退群那边没有勾勾了，所以你们订阅不了啦。所以你刚刚问说没办法续订，我就觉得很奇怪。你想说委托自己人设，那到时候再讲啦，到时候再说吧。委托人设哦。不是啊，我记得还有好像还有六七个也在等我委托吧。来看啊，如果下礼拜如果真的我不知道画什么的话，我再提前开委托吧。塑造一下自己的人物形象。他画画台是几点来的啊？
前哎、欸，昨天好像5:30吧，然后前天好像是6:00，我也是最近才开始追他的台的，因为有一次是因为有一个朋友很久没开魔物猎人，然后突然他的一个观众就是贴了这个人的台，然后刚好看到也在玩魔物猎人，然后就点定那个追随下去了，然后就只是抱着说，欸，他的声音好听嘛，然后就是追下去了。就有一次他开视讯说，哦，这妹子欸，是啊，原本声音就是妹子啊，就是声音妹子声音也很好听，是工商吗？不是工商啦，那时候就是我那时候是啊，画这张图原因啊，我换掉好了，不能让你们一直养眼，你们要看的话去那个连结下面，他有贴，就是他我刚刚讲到哪里了，靠腰，有想养其他宠物吗？目前没有，我头像应该算是人设吧，没有，就是哦，对，讲到人设，就是你人设就是资料要详细嘛，发型、发色，就是越详细越好。就是比如说你发型嘛，你就说像谁谁谁，或是可以给个参考图嘛。更可以的话就自己画啦，不要用那种什么纸娃娃系统捏出来那种，我真的是一概都不想去理它。你那纸娃娃系统随便捏那些，大家都是捏一样的，我真的是画到很不想画。所以你可以画，管你就自己手绘嘛，你画丑没关系，至少那是你想要的方向，我也比较好画。定人设很麻烦，对啊，重点就是你人设要鲜明嘛，要有特色。我那时候那谁，我们兔窝早期有个叫圈圈的，那时候就是谁，艾琳有在帮忙画人设的时候。啊，结果他就是要把大家就是好像猫画吧还是什么画，就是大家的特色画出来。后来我的特色也很简单嘛，啊，点点的特色也很简单嘛，然后小鱼的特色在早期是水滴鱼嘛，啊，直到画那个圈圈之后，我那时候看他的人设就这谁啊，超没特色的欸，他说是圈圈啊，我说欸，很没特色欸，就是一般路人的造型欸。就后来轮到艾琳过几阵子要画他的时候，他说发现欸，圈圈真的是没有特色欸，平头或光头就可以了，到时候再跟你说。目前人设最鲜明的部分就应该是水缸不是光头吗？你的人设没特色欸，不对哦，我记得你的人设是不是狐狸耳朵，然后水蓝色的发头发跟什么，好像是浴衣还是旗袍的吧。我记得你的人设最难画的好像就是你的衣服欸，啊，不是要关台了吗？要了啊，因为突然又聊到一些干话的部分啊。你很想加百变怪，可是加不进去。我跟你讲哦，你真的要加的话，你可以把你的头发，靠，可是又要开始画下去了，我的天！来哦，就是像这样子，可是这样很猎奇，就是你的发型吧，我记得你是狐狸耳嘛，对不对？可是我建议不要太多特色，你这样会撞到。你就这样子啊，没有啦。刚玩奖金争夺战测试就要关台，你在测试什么？哦，你在巧克力那边测试是不是？嗨，小七。算你这样大头贴也太小了吧，还有点不开看。因为那天在想说你是谁，想要点开看一下大头贴是不是小七。坏小七，小七，我想哦，你是小七。
因为早期那个谁，不是早期啊，之前 FB 可以偷偷点开看，现在看不到了。刚才那一张应该是点点带着布布出门吧？就刚，对啊，因为那时候我是做梦梦到这个画面啊，他们去买菜。我最近比较苦手，不是最近啊，一直比较苦手都是眼睛了。他眼睛也是这几年，不是这几年，这几个月才开始比较会画。对不对 ？YT 不能放他头贴，还有我觉得很痛苦哎，还有不能偷看人家。哎，小琪，你有 FB 吗？你私讯我一下。如果没的话，你赶快加我。我只是要那个什么，不是收集，是只是想说把一些比较熟的观众或什么东西加一加。因为之前本来就是有在说加一些。干爹，反正是这样子啊。可是后面就是觉得这样子好像也不对，因为早期我是不管是不是干爹，只要是有人加我，都通通加。只是我的还是私人的，你可以私我自己的，可以私讯我私人。感谢 call me， 是什么东西？熊吗？是念 call 吗？什么？毕业啊？是贝尔吗？什么熊打给我吗？是谁？怎么称呼？怎么今天没有跳啊？没有过来转圈圈呢？感谢新会员，记得点订阅证明到我的粉专。会有小帮手拉你进来哦。你要找我私人的，所以你不知道哦。我叫熊哦，我叫我熊哦，白痴哦，打给我，抱歉。对啊，今天布布没出来转圈圈呢。叫我熊，有没有？我英文是不是变好了？比以前好了吧？至少没有拼成什么打给我的鸟。D-A-R-D 嘛，好，感谢熊的新会员。不是啊，这要关台了啊，再聊下去好像寂寂台的观众哦。没事没事，机器人不是关掉了吗？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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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人只是会跳出来说现在在开什么台什么之类的。像刚刚超级留言也是有跳出声音的啊，刚刚超级留言跳出来声音啊。你私讯了哦，好好好好好。没有啊，你私哪里？哦哦哦，你说加好友，白痴哦。来加一下哈。要再留一次吗？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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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超级流应该有响吧，这应该只是今天坏掉了，因为昨天还正常啊。是不是坏掉了？没有啊，奇怪，我没关掉啊。你们昨天应该还有吧？还有在想吧？礼拜六见。你看，有啊有啊，感谢小鱼的超级留言。哎，为什么是八啊？你为什么不留个，一块就好？好，拜拜拜拜，兔猫拜拜。好啦，那就这样啊，播最后一次广告啊。萧远是不是不见了？萧远是不是讲完拜拜就跑掉了？萧远，我要播广告咯，要关小声一点咯。萧远，听到请回答。哦，八港就一枚哦。
八八八，今天不补休息了啦，大家晚安咯，祝你们有甜美的好梦，记得到不是繁星台啦，哈基他们，哈基影院他们还在开，可以去上面看看哦。萧院跑了，哎、欸，我们去公审萧院吧。你看，哎、欸，我开了，我只是多开了几分钟，18分钟，萧院就跑了，笑死哎、欸。萧院不见啦！感谢你，哎、欸，可以不要等我要关台的时候来才加会员吗？因为你们这样子我关台会被吓到，因为我之前就只是在剪片，只是 OBS 忘记关，然后突然就是布布冲出来转圈圈，我整个真的吓到，害我那时候 OBS 差点宕机，因为我不知道按到什么东西，好像已经开始输出影片了吧。萧院啊，我还没关台你就跑了啊！萧院有在这吗？院，哎，萧院有在兔窝群吗？有吧？他有在多吧？By the way， 想问一下，下一个月的 YT 会要再加一次吗？有在 DC？ 你说萧院在 DC 哦？好，补一下。靠呀，怎么今天那么多人？哎、欸，真的哎、欸，小远，我还没关台，我 Q 你。聊天室都在笑你，哦，萧院他在 DC 啦，白痴哦。那为什么骂你，你没有看到啊？好、哦，关了。没有，我刚刚只是贴心的想跟你讲说我要播广告了，叫你调小声一点，就发现你一直没有打字，我想说你应该是不在了。好啦，真的要关喽。看你要不要信用，对啊，就是。就是其实他，你中途断掉，他只是头像不见，他会累积下去啦。因为那天有个加新会员的，像刚刚那个加新会员就突然变成紫色宝宝。好啦，拜拜。